幻世圣意什么意思？幻世圣意的意思是一切的结果都比你当初想象的还要好一点点。此语出自八月长安《你好旧时光》秋秋在小学毕业时给林阳写的同学录，四个大大的字万事圣意。词中的万事指世间的一切事物，圣是超过好的意思，指的是什么事都很好，与我们拜年时常说的万事如意意义差不多。但万事如意只是在自己意料范围内的一切顺利，而万事圣意是一切比你想象中的结果更好。这个词前面还有一个平安喜乐，表达的是送出这份祝福的人希望对方人生中的一切都平安顺利，不管做什么都能保持愉悦的心情，不会遇到任何危险，一切如意，是一种极为真挚美好的祝福。